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说我的视频都录进那个环境音啊、杂音啊这些的？周遭其实你们今天要讲的是所谓的，我们现在科学家有发现 ，the scientific recently we found 3 different type of particle that is we never observed before, and these 3 different type of particle have new quark effect, which is like the which is we call the particle, right? I don't know the exact word. They said it's this basic essence have new way to how do you say that effect with other. 完全没得具有 other particle 意思是正负两互相衰减的时候怎么办？意思是什么？在去拍 A 片会大红大紫，那好像是它必须要活下来的生活方式，我不能拿。他说好像现在他把生命弄得很糟糕了，太好玩了。 This is very exciting because I just read this scientific report. This new evolution, we also call very similar. Like, have you guys ever played a game called Legend? Legend is like imagine it's like ancient years ago. We have. 把他当我弟嘛，对不对？怎么办呢？把他当我弟弟哦。Cherry， 很多时候来自过去的东西都不好。来自过去的东西，很多时候让你看到想起，让你想起什么远古时期时代哈，在时期时代最早之前，我们又称为这个叫做你会想起脑袋早期时期时代，然后又到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有的时候when it's like BC, like when the bunch of war and the bunch of ancient mystery myth, they say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like elf and also a type of like wizard. And wizard, we have white wizard and black wizard. And elf also have good elf and bad elf. And also. 我们也有其他的职业啊，要是王族啊，像古时候哈，其实有一些是王公，在那一辈子，王公贵族的后代走下去的话，王公皇帝的子孙嘛。那皇帝那个时候大善之有，然后呢有一个民间故事，民间故事嘛是说什么一堆民间故事啊，说为了能够跟他走在一起。民间故事中的破瓜，你一直哈看到过去。 你如果梦到打西瓜，西瓜掉了，表示生出来的小孩会给你带大富大贵。这个是周公解梦上面应该是没有的。我补充，在这边补充哈。古时候皇帝大量蚩尤的时候呢，有一个民间解释，也就是说这个蚩尤的后面的这个后代跟战啊，喜爱打仗，表示累了，跟另外一个皇帝。 其他的其实就是其他的他们又跟神完全跟那些又跟那些巫医在一起，就是说跟这些所谓的神仙啊、巫啊、仙结合的哈。曾经有一个民间故事说，两个人结合后来结合不成，结合不成怎么样子？两边打仗打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这个时候呢，这些巫师就发明了一种。 其实就算我们为我们的敌人生命都会用新的方式啊，表示说哈，在打仗的时候，很多人打仗、战争、饥荒、生病的时候哈，也会有疾病会同时出现。那很多人哈，命哈剩下一格两格的时候怎么办？怎么使用终极反生术？你必须把生命中的能量缺乏的阴性或阳性不足的部分补起来。法师会需要做一个仪式。 这个仪式是什么仪式？我们会需要去消灾，以这个物质啊，那个人家献祭的某一些部分的羔羊去做消灾。什么叫做消灾？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消灾是这个人必须要有7大行灾。7大行灾呢，又称为7宗罪。7宗罪指的结党营私啊。帮一个孩子，还有什么第二动作也是个荒凉啊，当时我会看到两个秦王的时候到。 然后在秦王那个时代哈，有《山海经》里面，让我们掉下是两个平行天上掉下一块大，很多高僧都说看到臭全息臭掉的好几好几里，也是之外，你在其实那块身体臭的腐肉，因为它掉下来的能量有巨大的无限力，要把它做成镜子的时候，那个镜子又称为秦王照古镜，而秦王照古镜呢，它会把人的骨头。 里面哈、原生的肌跟肌肉哈、就是会把你的肌肉你原来的样子哈、会表达出来。那表达出来呢，秦王就因此哈、杀了很多人，杀了很多人，因此犯了很多很多的罪孽。那这些哈、就是杀人的后代的这些子孙所犯的罪孽啊，我们呢就终极反侦处，一命还一命，什么意思？终极反身术哈，在做的那个周遭，当你只能够协助自己同盟的对手，你可以去协助外面的。好，当你协助外面的时候，一定要还一命，这就是新的这个定律是什么意思？当你正负量子在一起共同衰减，两个生命皇帝跟蚩尤的两个完全突然变成逐鹿之战，有没有？ 两个完全不同种族的，比如说像是妖精跟这个妖精黑暗妖精啊跟法师两个结合，哎，结合起来会变成什么？它就会形成新的一种方式，就称为哈，本来是要称一个要有一个小孩子啊，听得懂吗？听不懂。现在新的这个例子的这个新的。 科学家发现有三个定律，第一个定律是有一个粒子很奇怪，它在跟其他完全不同的粒子在互相衰减之后呢，它会变成这种新的粒子出来，而这种新的粒子必须要两种物种不同的做结合，而这个物种嘛，我不是在说，比如说像是什么，两个物种是说什么意思？两个完全不同，能量不同频率会互相衰减，它必须产生所谓的。 但是整个生态必须要延续，如果不延续的话，没有延续下去，有一方为了七宗罪结党营私，酒醉荒淫，还有什么拜马门啊？拜马门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说谣言？还有什么高傲偶像化？还有什么第六种仇视啊、嫉妒啊、互相分开啊、战争，然后我比较好，你比较差哈，这个是一宗罪。还有一个哈是助长这一些的。当他犯了这个全部的其中罪其中一种的时候呢，你就要破瓜，要破瓜运动。破瓜运动是什么？把这个生命中啊这些啊让你的浊气、余气没办法出来，以热的方式、凉的方式重新还给天。 热与冷的方式哈，像我跟我这个不讲的名字，因为过去他是本身好像是跟我讲说，他想要去拍色情片，大家评评理啊，我是不是应该跟他离婚？好，下面留言就好。所以从来哈，我这个人哈，任何一宗罪，我做事情大功，如果我们。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很多人最近事情来跟我说，那个工价就是死。他做事情很奇怪，有愧疚感，而你没有罪的工价是错犯的其中罪的其中之后，唯一能够替代的其实不管他对你的那个其他亲属、家人、小孩当中的爱行为，让你感觉到你远离爱的初衷，遗忘念是爱的。 这个人爱的关系，再亲的人呢，都必须要跟他切断。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做破瓜运动，违背破瓜运动与神之间得到查一下破瓜运动的方向带。但是这个时候，唯一能消解的，我们讲到第二个发现的新的定律，当终极反生术的下面有叫做终极治愈术。终极治愈术意思是什么？正负两者在互相消解。而刚刚讲到刚刚的那一段，两边黑暗大战中，光明仍然跟只有两边大战的时候，包容他们。我们是神的，我们是神的，在这个神的军队，我们将所有众生万物考量。 一件事情，做人不能轻这个又重那个，又称为终极反身术。终极一心二意嘛，终极一心二意是什么意思？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早期时代为法兴时代、光明时代，又是在人类文明大约12000年前，表示它就是所谓的方块，懂到什么意思？有所谓的进化的石头。 那这个进化石头表示在最早期曾经有人类更高来，那这些后代是怎么样子活下来的？就是让极致这样顺的复仇的第二种叫做长期治愈术，这是马氏的。那极致治愈术是什么？我现在这个这个章节在讲什么章节呢？我就是发现新的两个从来没有看过，真的三个从来没有看过的例子。 解释下来，按照指来吧。所以呢，我们的科学不断在成长，人的意识不断在进化，人的生命，但是好像要会见到鬼，然后你就会见到两个爱384啊，要奇奇怪怪的方式，因为鬼来超要丰盛的表情，要想神不要你救这种事情啊，是多么的荒谬啦！神为什么不要你救这？因为 人的业力跟你范围完全不同，你的生命的粒子的承载范围，它衔接不上，再继续走下去的东西都不好，你要跟上。来自过去的东西，很多时候我在跟我这个前面的哈，在走下去好像有生命维系，我有生命维系，我有生命维系。有一个人哈，他算是两个道路走的不同，有的时候爱他，有的时候想别人，爱的人不熟。 这样子的状况下，你们认为有时间，而且呢，之后就是摔身是东西，当别的带着这个认知的那个，因为前面的所谓的生命很多，下一步那当我们的生命自己走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做好创意全好，重新创意全部的进化的，把这个应该存在的人哈，它其中那个根本的。 根本就是把它打出去，在自己身上的超级发展的一个点，到下一个终点，只有看到你周遭的人会遇到多少一些所谓的下道的而这个是用什么疗愈？你周遭所有所有的爱与关系，现在你内在的生命生活，所以当这个高不满意的家人。 所以呢，很多时候哈，生命完全本来业力范围的人，没有办法被归纳，可能的门有开归类的。今天是2022年，一定要进行所谓的善的交流，或是福田的播种。August， 哎，这个时候不断不断7月底的播种的时候，其实就算我们为我们的敌人，生命都会用一种更奇特的方式。 回馈给我们。